好好的，会不会被晒黑了怎么办？张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他昨天晚上……小贵，别装了，想想。怎么了？啊，李薇的腿，我张哥哥，你看我的手都破皮了。张哥哥，我疼。我想见我家里人。尹章，如何管教妻妾呢？儿子知错，错了，来，找我。